我开枪！站住！哎，你们谁呀、啊？我是谁？是带你去好地方。对，神经病啊、哎、你们！哎，干什么？干嘛了？干嘛干嘛？没干嘛。你们招他干嘛？这是我老婆。对，他精神有问题。你才有。昨天晚上跑出来了。现在把他抓进去。我真的不认识他。自杀的。你也要去吗？人家说不认识你们。你小鬼子，要不然打死你！滚！走！哎，滚！妈，给我上车！看见没有？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灵。广大爷灵。救命啊！哎！又来一个狗拉耗子，多管闲事了啦。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啊？我都不认识他们。这不是我们跟小陈吗？什么小陈大陈？他老婆脑子有问题了。我是他徒弟一张，又来现在拉去把他治好。又来个东莞闲事。人家昨天还跟我去喝奶茶，什么时候成了你老婆啊？什么精神病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说他神经病，神经病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那我说你神经病，你神经病了。你那么爱多管闲事的，小心把你一姐抓进去。交点钱来，来交点那个钱去。对，想钱想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呢？快点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快点说了吧，我们就是人贩子。怎么了？啊，多一个不多，贩子少一个不少，把他也抓了。对，先把他干掉，一定中标啊。对，小陈，你一边去。小丽，给我上，干他！脱个毛衣服啊，直接上。现在的人贩子讲明白了。要，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妈蛋！你们简直是目无王法！你平时吃那么多干什么用呢？大哥，起来，给我打！打！不知道奶奶是犯法的吗？爸，在这里，老子就是法，赶紧给我上，我把他干了！好！哎，别打我小弟！王八蛋！他妈的，你又说你很厉害？他妈的，看老子！起来，坐在那里看大哥表演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没事吧？净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你们！我大哥，我没事啊。半夜不怕鬼敲门吗？小陈，过来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都不认识他们，我就从这路过，然后他们就抓我了。算了，这个人放还给你们了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走了。走，往哪里走？哎，打倒了呀！嗯，谁？你他妈的，给我滚！我刚才害怕你们两个人而已，我拿着棍子我就上来，一敲我就把你们敲死。说吧。说。说我们陈小陈走去哪里干什么了？快说！抓去卖个山里的老头，一共山里40万，做些生意谁不会做？什么40万？你们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说什么呢？啊！天都还没黑，你们就开始做白日梦了？你是想给他把我放走，要不然我大哥的小弟一来，把你五马分尸。你们这种人就是禽兽不如，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祸害别人的家庭，人家大好的年纪啊，有手有脚的不进厂好好的找份工来做，竟然干这种缺德的事情，你们呢、啊、今天必须送进去，好好的让你们享受一下那种不用干，享受享受个毛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个小女子，赶紧把我放了。问我出来，我干你全家，你信吗？放了你们两个，就等于放虎归山，有那么好的事情吗？你还恐吓我是不是？最好瞪大你那两双狗眼，看清楚我，要不然你今天进去了，就别想出来了。来，我让你看看。进去了，出来就等于废物一个了。你们，看你们还出来为非作歹呀？等我出来，你。卖个棉被去，那叶子是棉被高腰子，他娘的！你先想一下，你下半辈子在牢里面怎么过吧？哎呀！干什么？干！没有王法了。王法？跟你
你们讲什么王法啊？你打我的、啊、打我的办法呢？办法？我拉你去警察局，你们才是犯法的。啊，走。行了，少跟他们废话。小陈，过来，你不用怕，去做路过口供，快点。走，走，走，把蛋。啊